人们口中所谓的正缘，简而言之就是正确的缘分。对于爱情来说，正缘是非常重要的。一个正确的人可以让感情少走很多弯路。遇见了对的人，你的爱情才是真正找到了归属。但是想要找到正缘也不是简单说说就可以的。遇到正缘需要看你们的缘分深浅。缘分来的时候，你想挡也挡不住。你的正缘会在什么时候找到你？快用塔罗占卜看看吧。占卜规则，请在心中默念这个问题，然后从下面牌中凭直觉选出最有感觉的一张牌，切记不可反复挑选。牌从左到右依次为 A、B、C、D， 塔罗牌的背面都是一样的，需要你通过自己的感觉指引选择。选好往下拉 A， 圣杯国王逆位，圣杯国王逆位指明，其实你的真命天子已经出现在了你的身边，而他正是在你的身后一直默默支持你，为你付出的那个人，只是你一直没有注意到。 TA， 把你的目光转移到你的身边来吧，你的真命天子就在你的圈子里，你要好好珍惜哦。 B， 恋人现在的爱人很有可能就是你的正缘，但其中也存在变数，因为你们两人目前的感情还是不太稳定的，好的时候非常甜蜜，不好的时候会吵得天翻地覆。假如两人之间缺少理解和包容，或者是感情还不够深厚，无法度过磨合期，那结果便是分道扬镳，从此再无瓜葛。假如你们能安全度过磨合期，那便会天长地久一辈子。 C， 宝剑四，你的真命天子现在并没有出现，其实你们的缘分还未到，时机不到，让你们还没有相遇。当下你可以先把注意力放在事业上，你的真命天子需要你等待时机成熟，而他出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，觉得对方就是对的人。 D， 权杖侍者逆位，你心目中的正缘桃花还没出现，也许你身边并不缺乏追求者，而且有一个人非常的爱你，是值得你托付终身的，但你却感觉对方不合适，你对另一半的要求很高，各方面都得达到你的标准，你才会接受对方，不妨将自己的条件降低一些，不要真将真心爱你的人放走了再去后悔就晚了。添加占卜老师详细占卜测试运势，微信 XIAOFEIXIANG2555。